牛顿第二运动定律。确认送风机启动。轨道上小孔有气体流出后，才可将滑车放置轨道。不可放置过多砝码于滑车，造成滑车负载过重。将滑车由气垫轨移走，才可关闭送风机。以橡皮筋于固定位置，提供固定弹力后，释放滑车。